就是上次呢没有吃到50个，今天呢要来吃20个甜点。那上次时间太短了，那这次时间也是太短，所以呢决定要来吃20个。对了，要在进入之前呢，先进入我们的黄金5秒钟时间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早喽！早上收尾的啊，可是呢还没有2点半，它是2点半才开始，不是3点啦，我刚讲错了，是2点半，所以呢要等10分钟。我们等10分钟之后呢，打一打餐点，带大家去看一下他们的环境餐点有什么喽。上次没有看清楚，这次呢仔细的给看清楚吧。
吃香碟，就是那种，饼干，小熊饼干。这个好像是，这个是芋头，这个芋头米好吃。上次呢？上次没有吃到，因为上次没有。哇，好吃！他每次的餐点都不一样哎。这次是培根加西瓜。好吃。我们再去拿其他的甜点，来吃吃看意式跟餐哎。刚刚已经吃了好多口了，真的很好吃。饭炖的好软，好吃，哦，好吃。还有这个上次也有吃的苹果加培根，里面那个不知道是葱还是蒜还是不清楚，好像芹菜。好像芹菜的。对，里面是芹菜，有芹菜味跑出来了。我本人嘛，没有不爱芹菜的，可是呢，我讨厌芹菜的一点就是吃完晒太阳会变黑，这一点就是我不喜欢的。其实我不讨厌芹菜，会吃。哦，好好吃，这个吃完了，我要来拿甜点了。哦，好好吃。这个太好吃了，没办法，我又拿了一个。开动！吃完啦，我们来拿甜点喽，提拉米苏。哦，好好吃。这个就是青苹果，也不够吃，我都够拿两个，等下再去拿，先开张了哦，好好吃！我还要再去拿，我还要再吃，我还要再吃。对了哦，手工其实好吃。我以为不搭，结果蛮好吃的。好吃。应该还是炒不来，炒不来。哦，下面的团脆脆的。这个跑不了吧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久，还是好吃的。好吃好吃。我再来拿哦，就是上次有跟大家讲过的，每人呢都要点一杯饮料。好喝，我点的是冰美式，我加的是无糖，因为我不加喝糖。冰酸柠檬蛋糕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青乳酪给盖住了，你看。然后它柠檬两个字，我以为很酸，可是我误会人家了，它是甜的哎，我以为是酸的，哎，还误会大了，有柠檬味，可是没有柠檬的酸，哦，好酷哎。好吃好吃，不错。
臭呼呼呼哦。这个是巧克力蛋糕，这个不是巧克力哦，不是一般巧克力，这是蛋糕哦，巧克力蛋糕。哦，嗯，不是我炒，不是我煮，不是我很讨厌的那种食甜的巧克力，好、哦、好吃到让我讲话都打大舌头了。这个巧克力不错，不是那种食甜的，是带点苦苦的。嗯，好吃。最后一口，好好吃哦！要是用自己的字来吃哦，偶尔会把肚子再放一次，放在连接底下哦，记得去看。再来拿哦，拿了蛋糕，还有那个饭，那个饭太好吃了，刚刚吃了好几口，才发现没有录到声音，都被我吃完了，信心太大了。目前为止呢，吃了15个，有点腻。等下拿杯种来吃好了，一直吃心卤肉，吃到有点腻。我们先去拿杯种哦。我又拿了巧克力蛋糕。啊、哦，最爱吃巧克力。这个巧克力呢，对我来讲呢，一个一口刚刚好。啊、哦，苦苦的，我好喜欢。是太够。缤纷柠檬蛋糕、啊、还有提拉米苏开动、啊、我刚刚的还没吃完，所以我刚刚的会先把它吃掉。然后呢，小熊说呢，下次要跟我 PK， 你们觉得谁会赢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哦。吃完了，嗯，真的好吃，饮料喝一喝，
吃完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哦。喜欢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喜欢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记得一定要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哦，一定要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哦。拜拜，下次见。